你进去杀那狗皇帝！好，你们小心点。这，这，陈近南，好败！啊！啊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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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锦中罩，休想走！站住！啊！放箭！想当初，金宋交兵，金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吾竹带领雄兵四十万是屡犯中原，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诛仙阵。那金吾竹，你干嘛看我呀？看你，我还砍你呢。谢谢。什么呀？银子？什么银子？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你给我装糊涂是不是？咱俩说好的五五开啊！这什么叫五五开啊？你看看这，今儿人来的那么少呢，这还叫人少？你想你来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你给我场子都搅和了，你还敢跟我要钱？你也不想想啊，整个扬州城能有闲工夫来这里听说书的人，今儿能来的全都来了，看的就是咱俩合作的表演。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在这里说书会有这么多人来吗？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对对对，是啊，是啊。那现在把钱拿出来了。没错，说的就是。哎呀，拿出来了，你就小兄弟。不不不，没钱你们就不来了。哎呀，这哎，干嘛？那你明儿还来吗？啊，再说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了。输的吗？输的，你就给大爷取两声猫叫。我韦姑姑在这儿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怎么能学猫叫呢？有这个，
你能不交吗？喵！喵！你爷爷的！你狠狠地打，要不然这客官呐不爽。知道了，花姐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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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这种奇葩，你除了这样的客人，就没有别人关公了吗？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接，不接喝西北方去啊！我是指望不上你了，可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让你好好做人，不要成天游手好闲的，可你就是不听。那，我不嫌你啰嗦，你也别嫌我不思长进呐。你看看你啊！东坡肉也吃，扣肉也吃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张脸，还有你这身材，哎呀你！哎，我怎么了？你去找找方圆十里之内有谁身材比我好，长得比我美的。哎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！多练几首曲子，总是不听，喊着什么喉咙痛，你简直是声色一全无，你才是不思长进呢！我要思长进的话，我当初就听王妈妈的话，我喝一剂堕胎药。